相信大家一定有看过最新款的瀑布飞影星盆，但你们也知道啦，这一款哦，它的摆动又美啦，光线又多啦，然后洗碗工也多。不对，洗碗工也傻才对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现在最新款的已经简单化了。对，你们没有听错，就是简单化，简单点，洗碗的方式简单点。button 从四粒变成两粒，最新款的智能瀑布水槽现在已经增加了多一个功能，刀架。洗杯呢也很简单，我们只要按一点肥皂，然后放在这个洗杯槽上面，我们只需要轻轻一按就会干净了。这里呢还可以看到它的数码显示哦，有雨水瀑布，这个水龙头呢还可以拉长，还有三种模式可以换哦。这个呢是排水口的开关，还会附送滤水栏、排水栏和切菜板哦。说到这里，不要忘记哦，阿拉达波现在在跑的帕拉巴丹秀，还等什么？快点来！